先压下重打100大板，再审案严赌徒臀部罪，并因每日坐于赌桌缺少运动，森罗王特以木板鞭打运动之，不但受阻，而且皮痛，呜呜，我实在太痛苦，求求济公活佛解救。济佛赌徒手下最无情，你要用那只手向我求情，好好受罪，不要妄想。玉官你不可乱出口求情，好赌心先给你治疗后，还要送你到烙手指意欲受刑，谁叫你生前偏好赌博，死后只好受此报应，勿怨天尤人。第二位罪魂快招出生前作何不洁之事，罪魂人这么多，说来害羞。我嫁夫后，因本性阳花水性，故四处结交男友，以求刺激。生前共计交友男人5人，时常在外幽会，我夫全然不惜。年至54岁，心脏麻痹死亡，魂被黑白将军所押，今夜进台。而照出生前丑事，只好承认被押送5殿，判不诛心，抑郁念念，每日心痛被割，后悔已来不及了，请济公佛祖多向您广求情，舍我出苦。济佛你身为人父，不守妇道，贪淫爱慕虚荣，又无情和善事，我无能为力。玉官济佛不必理他，生前好淫，故当割取贪淫心，这事自作自受，要求仙佛赦罪，应在生前放下屠刀，求仙求佛，则可立刻赦罪，如至死不改过，要赦免已是无法可求。济佛你言有理，凡事好赌或贪淫者，应速回头改过自新，多行善德，如能在仙佛圣前发愿，多应地狱犹能劝世，则其罪可赦。今日因时刻不早，杨生我们准备回堂。杨生遵命，多谢玉官及众将军之招待，先告辞了。玉官众将军排班送驾，济佛杨生快上莲台，准备回城。杨生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回城吧。济佛圣贤堂已到，杨生下莲台，魂魄投体回家，家家返回主网夜班。红第6殿第36